为了疫情，大家在元宵这个时阵，吼，咱两个妈祖啊来举行这个红宵，这個、元宵的红炮，希望借用这个炸红炮，会当炸掉这疫情，会当给咱台湾咱所有的百姓，当安居乐业，大家当稳定我们大家的心，吼，也希望讲大家会当祈求啊来进行，会当天佑台湾，天佑台南。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过着这个非常充满灾期的金猪年哦，金鸡年哈，金猪年、金鸡年。现在啊，咱的队伍应该是将准备进入咱本庙啊，是无？啊，小邓姐，咱的队伍那进入咱的本庙时阵，拜托咱庙丁姐可能哈，我们的信众要留出一条路啊，咱邓姐所谓中花会经过着咱舞台倒手边哈。这条路安尼过来，所有中官落车了后，就请咱的厨房公主台啊，所有中官进行着这个 K D K 跑仪式，我们的整个最热闹、大家上盖期待的活动就会正式开始了。所以在处在一处兴奋，拜托各位，咱自身的安全以及别人的安全拢该顾好。咱身躯边重要的财物，咱身躯边的小朋友、乡亲啊，别一直撮着别人的女朋友，等于去用公哦。所以小朋友爱看哦好，女朋友爱撮哦好，咱家己自身安全、财物拢爱顾好哈。咱是不是咱的？咱现场已经看到咱的警车开到警车嘛，已经进来啊哈。咱大家稍等一下，地当用着咱上届一开心，看到阮这一处好声正空努力两心目标，为大家所准备的精彩的宴会甲风炮，感谢也祝福着咱现场信众，大家金猪年、金鸡年，阖家平安、大赚钱，谢谢。警车已经进来哈，代表咱的这个队伍也渐渐进入给咱分庙哈。好，咱舞台各出饼家，咱所有信众拜托慢慢缓解哈，咱让出一条路，因为咱的所有中花，以及咱所有采接队伍，咱的村姑公，咱的好着进行进法哈。所有信众咱要对咱这边哈加进阶，所以咱这边哈让出一条路，因为。已经看到咱所有队伍渐渐聚集到咱本庙啊吼，咱的这个路吼，开好顺畅，开好通，会当让咱赶紧整个流程，咱的接驳流程吼，可以进行的非常的顺利。咱也看到咱的这个主任委员，我们的主任委员，到咱所有中官已经进入到咱新北庙，后边咱所有的队伍也渐渐进入到咱新北庙，代表着咱整个活动将准备来。所以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首先，有请我们的助理委员，咱的王明勇助理委员，谢谢大家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现在咱的车队已经要来进庙了，麻烦咱头前的好朋友让出一条路，让咱进入到咱的大庙。咱今仔日的我们盛会，咱的高端特别来开始，非常感谢。这一组代表咱头城正统农民们上报名，咱王平义王主任委员，以及着咱委员干查信徒代表，欢迎欢迎着咱全国十方善信代表，感谢大家莅临，今晚的夜春舞幽灵已经比较圆满，要来进入着咱的重头戏，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挥挥手。新年恭喜！我们现场的好朋友，拿出你的热情，举起你的双手，我们新年恭喜！谢谢，转走我们的阴霾，让我们迎接新的一年，能够更加的平安与如意。谢谢，各位亲爱的信众大家，大家安排。很支持，我们的车队有点嘉年华，我们现在已经要
进入我们的圣母庙前面的广场，我们请前面的好朋友让出一条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我们这边的好朋友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。我们大家一起喊出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！农民们骂祖辈，比如那个万民众心，心态勇敢。因为心是温暖的，只有同心在一起，才能够度过所有的考验。亲爱的好朋友，挥挥手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！那个队伍，你先请告别。现在，那个贵宾，看起来，你看好漂亮。进入到咱几位请好票面的，第一个是咱黄伟哲市长，我们挥挥手欢迎我们的黄市长，欢迎你杨市长，还有我们的安佑琪主播，欢迎，还有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长周佑伟，第二咱正统的立盟县公庙，咱的杨主委安水晴。七万八千华翁金典，要过来的国文贵电器，民政局长严正彪，要来观光旅游局主任秘书卢正义，文化局长叶泽山，今年要加水一级的主管，隆重来到的咱的新北庙，跟咱共同做伙参加迎春游活动。洪金义洪主任委员已经覆盖中华，伫咱舞台的头前，好，咱主任委员已经咱覆盖中华，先去向着咱台下所有的亲爱的许方市长来宾，我们挥挥手，谢谢，感谢你今仔日莅临台湾土城正统农历门新闻庙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小丹姐，咱精彩的活动就要有秀来给点着了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为咱。文庙，咱的书记，跟咱共同维持，而且咱现场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挥挥手，大家晚安，谢谢。我想，咱妈作为毕业旗袍，咱都有很多的期待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们将迎接新的未来，但是我们不能那么的冷漠。咱台湾人是来一个点点，来一个点点，这个声音妈作听着真烦恼，搁一届。妈说：“今晚拢你家，就行，全部拢你家。那怎么经历那的重头戏？是不是很期待？是，是不是很期待？是。那么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好不好？呜呼，举起我们的双手！我要跟大家说哦，今晚在行李那的上面哦，我们现在来新北庙表演桃姐，我们抬头看天空。”就行主妇龙岗了，龙民猛骂来了，咱的灾星来了，手举多高，下面灾你有多少，来来要求站起来，挥挥手，呜呼，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来我们大声的说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现在等到我们的车队全部进到最后面的后场，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好不好？来到嘞，参与的今天的哎啊美嘉年华晚会。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台上有许多的贵宾。今天呢，我们借由媒体实况的转播，不止呢在我们台湾看得到，在国际上很多的国家他们在关注。为什么？因为此时此刻我们都知道人心惶惶，看到了这次的疫情，我们都担忧，不只希望大家平安，也希望这个考验赶快过去。所以我们今天现场的好朋友，你们都是我们今天晚会的主角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来呀来
口罩，所以声音都拉不出来了哈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副议长林炳碧副议长，
是台南市议员黄立昭黄议员，欢迎。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贵宾，由我们义泉公司董事长郑西洲李家秋李方所长，要任嘉南电台名主持人林佳琪小姐，华伟渔业集团董事长黄义成，以及我们总经理黄怡茂。继续让各位看一下我们高雄市幸福中副主任李委员蔡天辉，以及我们天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梦琪，里长联谊会会长吴顺志，前里长联谊会会长蔡和峰，欢迎。再来，请来介绍我们台新的联络人张灿联三号人，以及我们陈义气张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炳新前李董事长，欢迎给他长高定档汉中智能文展志尧展注意。还有我们三高银行调研公文里面出的委员吴宪荣朱立文，欢迎在咱学校聊主持人朱立文首席推手朱立，欢迎在咱正统文里面上班聊公文会副会长单坤跳单副会长，咱板桥有了委员中心总监林子云林总监，欢迎在咱立法委员单天辉，然后呢，我想要有什么主题？那是咱大家其实认为咱的比较贵姓哦，贵比较。然后我们台上这些客户，也是在讲对着咱身边那种你们身边的那种你们嘛，特别好奇。来，再给我们王一成王董事长。今天开我们今晚的盛会，好。